啥？礼貌，无礼貌，歹势。用干杯嘿哦，干杯啊，干杯啦，干杯啦，听出来，你讲要三百嘛？卖三百两百，今摆一百，你今仔要送你大海哦，电脑来哦，五十条。接下来休一个礼拜，我们接下来休一个礼拜。小美啊，我要干杯。干杯。今天开始所有的仪式都休息。真的。接待过我。麦克鸡块一整包。今天有带有那个鸡块吗？带着麦克鸡那个鸡块。碎片啊。嘿嘿。碎片一包。啊，甜不辣，甜不辣有吗？来个我炒锅，甜不辣有。也是一包，一包哦，对啊，干锅一包哎，五，甜不辣一包，脆片一包，一包，一包可以，而且上海一包小问题，我打包的，好啦哦，我先收啦，来我改用先你们干锅，好走，我改用嘛，第几条是正的锅，啊，其他把它去掉没有？哦，他好些嘞，好，好一条嘞，那个，就等一下那个葱抓饼，葱抓饼萝卜糕，鲑鱼肚看到在旁边。那个脆片一包。脆片一包。脆片一包，也先给两包了。怎么卖？刚没吃。怎么卖？这大包的公鸡，这公鸡。哎，东财早安。哎，开叔早安，郑总早安。早安，早安，郑总早安。恭喜你，今天卖500，安尼啦，两包啦。别吃啊，一句话啦，400，无差人啊，真好吃啊！你炒我买啊，我隔夜在那边吃啊，够不吃啦？两包啦，收过来。我时间嘛，卖500嘛，今天卖500钱。其实他们说一句话都不一样，都是便宜嘛，便宜到我们这里。好好吃哦，你等我，你等我，都400好不好？价格贵哦，400，我们吃过哦，好不好？有人来无？无安尼啊？不吃白痴讲嘛，我讲若假，提今仔假钱我见啦，一人买一包，400，两包对。要吃无？啊，二要400，400对哇。好啊，好，我来买，偷偷来，因为无超过20的，免啥话，恁要吃啥？点无？那个鲑鱼肚喊一下吧，客人要。鲑鱼肚哦。嗯。鲑，你是讲这样？嘿，鲑鱼肚吃下。啊，一份200块啦，这。有一份。这上面猪皮烧汤多些啊，现捞的哦，公寓的啊，公寓的来。金花了，两百块，两斤花了，那就来贵州一锅去了，两三斤重。你一份，哎，跟那个碎片一起的，多少了？碎片啊，像你这样。麻烦要了，哎，两百块多，两百块。这边老的，去提车箱，把它带起就丢了。我这边老的物件，拢个偏偏在箱来嘛，那这。